就身材，哎呦天哪，太妩媚了，配合得多好是吧？啊，不仅身材好，而且还白呢，我发现啊，是啊，就你们丹东人吧，阿姨是，哎呀，丹东出美女呀，啊，丹东哈身材哈很好，还可以吃那个海鲜，黄蚬子，黄蚬子，对，黄蚬子，黄蚬子，来来。来吧，密室里边女嘉宾着急要说话了，来有请密室女嘉宾。我是一号女嘉宾呢。你好。嗯，男士这个帅气跟我好有一拼的，我也这么高个。选择我吧，咱俩太合适了，个头吧，嗯，长相吧，这运动这块我觉得还哪哪都合适。回家我肯定搁那老上待着，我看就行了，啥病都干了。二号女嘉宾呢？我妈的厨艺是顶呱呱，不信大家请看大屏幕来了，保证你的一天三餐不重样。哎呦我的妈，也是吃香的喝辣的。您家这是属于过年过节的饭菜吗？平时有时候也吃，想吃就吃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想吃光说好吃，带点来大虾啥的，那个都让那个编导的吃了。哎呦我的天哪。我说这个大哥吧挺有气质的，长得也挺帅的，个儿还挺高的，演员还挺好的，我认为。哎，这个我刚才搁您这兜里发现一个墨镜，您这样您更帅一点，把这个墨镜戴上。